多久该替换，你知道吗？医师建议内裤穿多久就要换 ？A 半年 ，B 九个月 ，C 一年。它洗得干干净净的，为什么要一直换呢？因为其实我们的那个纤维啊，其实每次洗啊，甚至因为我们台湾总是这样会晒，长期曝晒完它其实也会一些损伤，所以中间容易卡霉菌。Barry 内裤多久换一次啊？一年。一年。陈世宝你呢？破了才换啊。熊爸嘞？我好像十年没换过。今晚九点，东森综合台《全民新攻略》。